雅素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全身性的肌力训练，会训练到我们的臀部、腹部还有我们的背部。准备好你的毛巾、水、瑜伽垫，跟我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臀部的肌力训练，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吧。将你的双脚打开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吐一口气，我们将膝盖弯曲往下蹲，同时让臀部向后，我们做深蹲向下，再回来，来回做几个，吐气蹲，吸气往上，吐气蹲，吸气往上，一次一次的高度慢慢的变低就好，不用一下子来到你的最低，往下，再回来，向下，再回来，最后两个。接着我们让身体停留在底下，脚趾头可以先踩下来了，我们做螃蟹走，让身体向右，向右，向左，向左，脚做踏并步，尽量让身体保持一样的水平，不要忽高忽低，眼睛的视线看着你要去的方向，确认一下周围有没有足够的空间，小心不要踢到东西，也可以同时确认一下你的脚有没有变形，脚尖是不是有保持朝向前方，膝盖也朝向前方的。我们做最后两趟，最后一回再蹲低一点点，向左，让身体回到中间来，把两只脚伸直，将双脚打开来，脚尖朝外，我们做侧弓箭，轻轻的右左右左活动一下，脚持续一样的动作，我们带上手臂咯，向右画一个圈，向左右左右左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圈，相反边，左边出发，经过上面往右，脚的重心记得换哦，左脚中间，右脚左脚中间，右脚再两个，让身体回到中间来，脚保持一样的位置，我们做七个向下蹲，第八次把脚伸直往下，七六五四三二，伸直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伸直，加上手咯，扣在胸前向下蹲，七六五四三二上，七六五四三二上，最后一趟，七六五四三二上，让身体放下来，将你的脚尖收进来，两只脚轻松的往上抬，踏一踏，让你的脚轻轻转动一下，右脚抬起向外转，相反边，左脚右左右左，加上手咯，左手右手左手右手，最后一圈，左手右手，放松你的双脚，我们让身体转向旁边，我们要进入第一个主运动的动作了，将右脚放在前方，左脚向后，我们来到小的弓箭步，往下蹲，让我们的身体稍微往前一点点，两只手请你延展在耳朵的两旁边，我们做左脚收进来向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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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回做几个。现在在练习的呢，不只是左大腿左边臀部的后侧，同时我们的支撑脚臀部的内侧也在用力，臀部呢不只是有臀大肌，你还有臀中肌、臀小肌，今天这三个部位我们都会练习到。我们做最后一回，吐气放下来，相反另外一侧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小的弓箭步，下巴微收，身体向前，先把脚收进来，再往后收进来，再往后，跟刚才螃蟹走一样，身体的高度尽量维持，不要忽高忽低，带上手在耳朵的两侧，右脚向后，
再回来，向后再回来，注意支撑脚，臀部要施力。很好，我们做最后一个，脚收，身体回来，放松一下双脚，轻松的踢一踢。相同的动作，我们再试一回。这一次，我们把脚轻轻的离开地板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膝盖弯曲，手臂往前延展。吐气的时候，手收回来，在你的腰间，吸气延展，吐气收回，准备夹脚喽。往前，往内收，向后，向内，向后，向内，向后，向内，支撑脚加油，右大腿，右边的臀部用力，我们再做两个，很好，脚慢慢的收回来，放松你的双脚，放松你的肩膀，轻松的活动下。相同的动作，另外一边先练习手，拉长吸气，收进来吐气，身体的重心都摆在前方，准备好加上脚喽，右脚预备，向内收，向外拉长，收，拉长，收，拉长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最后两个。最后一回，慢慢的让脚收回，我们做一个前弯，把身体放松一下，轻松的左右活动一下，放松一下我们的臀部，放松一下大腿，脚弯曲，手扶着脚，让身体回来。接着我们来到第二个动作，将双脚打开来，比臀部还要宽，两只脚脚尖朝外，双手打开在身体的两侧。我们先把膝盖弯曲向下，转换你的重心向右，左脚点地，向反边，右脚中间，左中间，右吐吸吐吸吐吸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趟，准备把脚抬起离开地板，上下上下上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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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的高度可以慢慢的增加，小小的，或者是往上抬都可以。最后一回，右脚，左脚，回到中间，脚尖扣，一样放松身体，前弯伸展。接着我们让身体转一个方向，要来到跪姿咯，两个膝盖先轻轻的找到地板，两只脚放松活动一下，我们让手肘落下，放在肩膀的下方，把身体提起来，下巴微收，右脚向后往上抬，我们做小小的上上上上，脚在抬的时候呢，眼睛的视线看在地上的手，身体尽量不要左右摇晃，摆在中间。我们做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右脚收回，臀部稍微向后放松一下下，身体轻松的左右摇一摇，晃一晃。相同的动作，我们要向反边喽，左脚预备。双手往前，手肘撑好，左脚向后往上抬，我们做小小的向上，一点点一点点的往上就好，一样在做脚的同时身体不要晃，同时我们也让脚维持在同样的轨道，不要突然间打开或是往内偏。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脚收回，我们回到金刚跪坐，让身体放松，臀部放松，轻松的左边右边摆一摆，动一动。我们准备最后一个动作，手掌心撑在前方，四足跪姿，下巴微收，身体平平的抬起，将左脚先往后，我们往上抬之后
再打开我们的髋关节，关开关开关开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趟停留，脚再往后面，再往上抬高一点点，十下预备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收回来，放松下来。相反边右脚预备，先往上抬，膝盖稍微往后面一点点，再转动你的髋关节，膝盖向外、向下、向外、向下，脚开，再关，开，再关，开，再关，最后一趟，开，关，打开，稍微停留，膝盖再往上，大腿再向上，往上抬，小小的，下巴微收，小心身体不要左右摇晃。很好，把右脚摆正，再摆回来，要么回到金刚跪坐，将臀部坐在脚跟的上方，身体放松，向左向右活动一下。接着我们让臀部坐向任何一边都行，双脚往前，脚掌对着脚掌，大腿向下，轻轻的动一动，两只脚黏在一起，脚跟找到身体的中心，把菱形再拉长，两只手再向前，臀部再往后一点点，最后我们伸展一下脖子、背，还有我们的腰，吐一口气，下巴收，将我们的额头放到脚跟的后方，把我们的脊椎伸展一下，同时也会伸展到我们的臀部以及大腿的内侧。如果你觉得还有空间的话，你可以再将臀部再往后挪一点点，再一个吐气，让身体再向下更低更多。再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回到中间来，上半身先回来，再把脚收回就好。任何一只脚放在前侧，我们让身体轻松的向右，再向左，手沿着垫子向外走，再换边，最后一回停留，右手靠近地板，左手借我咯，把左边的大腿向下，让左边的臀部坐在地板上，下一个吸气，左手臂向上提，我们做两个深呼吸，再吐气，再一个，身体推回来，向反边，右边的臀部记得往下坐，固定好，侧面伸展，吐气，再一个，身体慢慢的回来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肌力的练习不但可以修饰我们肌肉的线条，还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更加有力量，肌肉有力气之后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，避免受伤哦。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多练习一下，会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的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